这边呢，好，慢慢的把这个身子给拉过去。红队已经只差了34公斤的蓝队好像略微落后。蓝队慢慢后续有吗？红队已经倒下来了，在红蓝队已经倒下来了，哇，已经持续了10秒了，还是僵持不下。接下来真的就是比耐力了，蓝队一鼓作气，现在又拉了。将近50公分过来，蓝队还差一点点，蓝队只差10公分，蓝队后来之上逆转胜。第二场的比赛，紧张紧张。好，一开始双方进场的时候逆转胜势。胜利！